啊，这个出边哦，做着穿的，哦，做着穿的啊，就要到道义去求道啦，哦，啊，因为吼、哦，一般人啊，对咱道场无了解啦，哦，咱才有可能讲行哦，来求道，伊就做起来，无可能，哦，因对道场无了解，所以嘛，毋知影讲都是啥，有啥物啊求道啊，你讲甲伊讲一个大概的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道理，互伊认同，呀，才有遮好道的啦，哦。啊，结果呢，伊个出边道义未来呢，啊，就安怎知？哦，就甲伊讲你业障重呐，你这个都安怎啊怎做？甲伊讲到哦，伊全有够反感的啦。所以伊甲我讲讲哦，你道场的人足恐怖的，若无答应你哦，就阮拢安怎都安怎安尼，所以伊就安怎反感，安尼啦吼。哦，所以讲咱咧甲伊听来吼，有影就对咧。哦，咱咧一言一行，若是一点点仔去哦，突出去哦，安尼嘛，若毋是上好办吼。若讲去讲唔对，人咪讲哦，哎，要收起嘛吼，伊这个人唔好，伊咪弄起来讲。哎呦，你蛮对，去一贯做诶，一贯做诶拢唔好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，当快到咧，快到哦，哦，伊伫咱咧修道人诶心上点点出来。哦，所以讲，咱讲咱若做好，咱就功德好；，咱若做无好咧，咱就功德歹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各行各业拢伊个特质存在。哦，修行人吼，咱个特质存在。哦，啊，这个各行各业的特质，特质是什么呢？哦，咱注意一下，咱拢在看电视吼。啊，咱咧电视咧看的时阵，咱有发觉就讲哦，哦，会去演戏的人拢足够好。哎，演员出道呢？哎，演员吼，即个戏叫演啥就先生，吼、哦，啊叫演啥演啥就先生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你要看演员，若要演迄、那个做头家，伊就头家扮，吼、哦。若要演叫演迄个酒鬼啦、妖鬼啦，嘛有酒鬼和妖鬼扮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去来想象一下哦，想象一下，我讲袂，各行各业拢有伊的特质存在。妖怪都有特质，精怪都有特质，色鬼都有特质，拢有伊个特质存在啊。咱乌金里乡吼，咱四年乌金万书家以前有一个大主啊，周永平大主，周大主啦吼。啊，伊吼，因为吼，较早我当结婚的时候，我介了解，啊，因为我个厝原来是属于乌金，乌金万书的门人啊，所以。较早人咧开班吼，伊拢会来咱遮讲课，吼。啊，即个金端出国来学堂的时候，已经七十外岁啊，开始来学课的时候七十外岁啊。但是求到了时呢，伊安怎咧真正改变着伊个人，吼，改变着伊个一生着对啦吼。吼，较早伊呾咧讲啊，伊讲吼，伊还袂来求到的时吼，人讲是啥物某专哦，吼，某专在咱听有啦吼，伊真正是某专毕业的大某个啊，吼。啊！伊讲伊较早吼，较早吼，伊穿的衫是啥物衫，你敢知影？哦，因为伊个大家拢伫个腰间弄出弄起来，哦，啊，咱知影讲外交人吼，穿的衫吼，拢袂转呐，啥物事叫做袂转？因为嘛是遐一空，遐一空，遐一空。啊，为啥物呾遐一空，遐一空，遐一空？因为互我有观察过嘛，遐外交的人，遐外交人，哦，真歹势啊！咱若有即种兴趣的人，互我毋是咧甲咱。甲咱指责，还是讲甲咱嘲笑，不是？只讲我甲咱看见吼，啊，做一个标准啊吼。迄外交人呐，就伫咧外交吼，通常拢会安那，食薰啊，吼。啊，伫咧外交当中，全神贯注拢伫个排气里呐，所以薰啊咧加吼，爱薰西咧加，伊都唔知。所以往往就是，遐呐碰挂一摊，就遐碰挂一摊，吼。所以讲，迄娇贵啦、色贵啦吼，你家己去想象，咱咧看电视迄种。演员的迄个型啊吼，演迄种角色啦，绝对唔少角色啦，就是，是安尼。哦，那除了呢款修行人吼，咱修行人的特质呢，啊不是，何汉在做啥物？哦，何汉规日在做那边寿司的吼，在做啥物？哦，啊来咧甲咱买人客吼，无一定拢是食寿司的，无真正拢是食粥的人客，但是呢，迄人客若一日来。咱差不多八九不离十的知吼，这个人是不是有修的人？那咱有做生意，应该就拢有这个福气哦。
啊，所以讲哦，你若在咧共买时吼，咱看到诶，伊即个特质无啥共，吼，我咧甲问讲，咱讲耳亲，吼，哎，讲你哪知？啊，哪知？啊，咱心里啊都有心里个特质啊，哦，比如讲耳亲的特质是啥？咱取得耳亲的特质，啊？报酬，报酬。诶，看会出咧？看会出吼？咱心灵人的特质，你啊看哦，拢是安那，安尼头安尼穿起安尼足精致吼，咱讲穿得啦吼，拢安尼足精致，啊穿头足精致吼，啊永远拢是白衫啦裤，差不多啦，哦差不多，穿得拢太变化啦，啊穿拢差不多迄落，差不多是安尼，哦，啊穿得起呢，除了伊外在穿衫以外呢，哦穿得的人吼，伊的面子无算啦，伊拢安那。然后呢，面带微笑，啊，所以是的言吐，哦，言语之间哦，都是安尼无理想无理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咱的特质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若有机会，咱去个素食餐厅去咧食饭吼，你甲注意看咧，何方人拢有这个习惯在滴啦吼。去到一个所在吼，尤其咱素食的餐厅食饭午餐吼，拢有去遐留意吼，遐一份，遐一份，遐一份。大家你啊，影过就知影讲，去拍个绝对是真的啦。就亲啊，哦，因为是拢符合，那我给我讲安尼，哦，就是伊个特质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得，哦，得伊个红感甲好感来，是安怎？是爱靠咱去来展现，哦，所以是得是看会到诶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咱老师来讲，诶，嘛是咱个修养指标，包括咱个道场的前行啊。哦，得到前行，是不是拢安尼哦？做彬彬有礼，哦，咱个前行就是拢安尼，哦，非常彬彬有礼，哦，所以就是真正把得迄个特质啊来展现出来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啥物叫做德性？哦，咱老师来讲讲，修德爱蕴含德性，那啥物叫做德性？哦，所以德性就是一种成于中，行于外的表现。哦、所以讲，这个德，老师讲德，不是用嘴讲的，哦，不是我讲哦，我做德行的，就是我做德行的，哦，别人感受袂到，哦，所以讲德行的好甲歹，是互人直接感受袂到的，哦，所以啥物叫做诚，哦，啥物叫做行呢？这个行的就是安那呢？行的意思就是讲，他甲想的，甲嘴讲的，甲做出来，拢总同款，安尼叫做行。所以讲，成于中，行于外，啊，你想的跟你做的都是同款，啊，比如讲，请问各位前姐，您敢有爱你的家人？哦，您敢有爱家人？哦，有啊。啊，咱拢安那爱家人，啊，咱敢有可能讲哦，我做爱我出来的人，啊，唔多啦，对侬不闻不问，哦，啊，拢含什么交集？我拢做我家己，咁是安尼，绝对唔是嘛，哦，所以讲我们爱家人，哦。那一种爱，哦，一种爱啥嘛，是有温度的、感度的，哦，所以咱讲的真诚，这个真诚，哦，诶，咱咧讲的这个爱，伊是一种非常有温度的、感度的哦，哦，唔是用华丽的言辞，哦，唔是，伊无需要用着那种华丽的言辞，哦，来表示的，哦，比如讲，爸母对囝有爱无？爸母对囝足爱啊。哦，啊，毋过爸母对囝爱到有逐工拢伫个耳旁边甲伊讲，我做爱啦，我做爱，我做爱，到安尼，即有互我看看，咱即拢差不多是大啦吼。咱对咱个祖母有爱无？有嘛吼？啊，你到伫恁个祖母个耳旁边，逐工来讲，我做爱，我做爱，无啦吼。啊，你拢无讲呢？吼，有当时啊，咱个祖母若反常，咱会甲伊个咧，个咧。咱有当时啊，佫甲伊用歹个呢？但是主母伊嘛是会当真正去感受着咱对伊爱，对无？哦，虽然歹，不过咱嘛伊嘛会当感受着咱对伊爱啊。哦，所以咱咧讲真正的行，哦，真正的行，哦，是互咱有感动的，哦，有感觉的，对啦。啊，感情有今仔日，哦，请问咱主持人，咱有啥物要来学？有啥物对着恁的音波，对着咱的脸，对着咱的哦，蔡礼文师来做位学的？因为安那，因为咱的真人者对咱的关照，
虽然因无是恁的耳根鼻，大家甲恁安尼讲好听话，甲恁分析，甲恁讲诶，但是伊会感觉伫咱诶，感受伫咱诶领伫咱诶经历，伊对咱诶慈悲无？有嘛？哦，所以咱讲咱做心甘情愿对诶脚步来行。哦，所以讲真正即个德，哦，是安怎？是爱，毋是用手讲，而是咱做出来。所以咱今仔咱咧讲，哎呦，咱来想着，咱感受着天恩殊德哦，哦，天恩何在哦？所以讲咱无来想袂使哦，无来办袂使哦，哦，啊，除了甲你讲，啊，毋过咧经理人甲咱讲，啊，某咪人啊，啊，你去做啥物袂？哦，啊，你去当地哦，你来，你去你度人，你叫创啊？咱讲啊，我有这意。我趁钱都无用，我有在在在用，有安尼无？哦，会啊，嘛是安尼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师父讲到讲，真正的德行，就是安怎？你把你真心的感受，透过你的行为表现出来，哦，是爱互人感受到的。所以咱才有法度牵着兄弟姊妹安尼做伙行的。哦，干不是干讲，阿某你人啊，想到会当招待咱，你就来，你就来，干安尼讲。哦。拢无真正付出咱的真心，咱的迄个哦心意，啊，人咧就是面对咱啦，哦，所以讲真正的德行啦吼，就是安怎，爱真正把咱的心表现出来，哦，所以咱德行，咱的主人讲过讲，培养德行足重要，因为德行是培养德行是咱修到咱的第二世嘛，哦，因为咱的德行若无培。哦，咱的道伊的尊贵啊呐，显现袂出来。哦，就他拄仔有我讲的讲，你咱今仔日若做无好，人讲恁修得有够歹，恁惯得有够歹。哦，所以你今仔日要我同去感化人来对咱修得，哦，咱的品德是毋是足重要？哦，所以咱若有慧念，咱头我同把咱道的真正本位来呈现出来。哦，那定若无慧呢，难当重任啊。哦，咱莫讲先天的条件，干那讲后天就好。哦，咱后天的工课啊，啊，你啊去啊一间公司食头路，咱的品行若无好，咱敢敢把真正的迄、那个哦，职能交代互咱袂啦。哦，所以讲这个德行哦，足重要。哦，德行是水，唔免用口，用足华丽的言辞，我都去说服啦。所以知影好看哦，如果你爱有同个说吼，我就同你来做参考。我讲心修真正有够好，心修为虾米太好？哦，修行，伊阿咧讲咱灵魂的内底吼，咱说，所以讲讲阿修来，咱回天地观吼，咱卖讲先天的功课，咱讲后天的好啦吼，咱就真正吼，降足优势咧。哦，安怎讲咧？候选的先生吼，候选应该，我阿先生应该再好好来吼。后雪先生以前在做室内装潢，啊，好汉辛苦拼有真侪朋友，啊，啊有真侪朋友的先生拢在做室内装潢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听听人有机会当做伙的时吼，啊拢会听着朋友咧甲问我问讲吼，哎，啊恁先生最近的工作安怎？伊讲吼，哦，因的先生吼，做久都无工作啊，叫做久啊，哦，唔知咱有。有咱吃无安尼落啦吼，啊吼，何况我甲伊讲讲吼，啊，上天注定啊吼，咱吼何况吼，就是要求着天文水平，何况先生的工作还算蛮顺利，不然他扛得住扛过，安尼啦吼，啊，毋是干安尼尔嘞，吼，咱何况吼对何况先生了吼，嘛了解着讲吼，哦，咱即阵的人吼，即阵的主角吼，迄拢有够巧的嘞，吼，啊嘛拢足有眼光的嘞。哦，何安尼问人吼？假使你若是有哪是主家，你今仔要叫一个师傅来帮你，哦，莫讲总统啦，都来甲你做恁厝的一寡工课，哦，你是要叫迄、那个，哦，啊得爱荤，啊得爱酒，啊得爱槟榔的，诶，迄种师傅，啊是要请迄种安尼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的，那你还对得上？规规矩矩、老老规规矩矩的对吧？对吼。哦，真正是安尼呢。所以讲吼，咱有听过有真侪主家咧甲何阿咧讲啦吼。虽然讲伊是何阿老公，咱袂应该咧甲伊娱乐啦吼。但是只何阿毋是咧娱乐，也是咧讲，咱对主家应该考中吼，咱听着咧，吼，咱了解讲修行真正有够好，有够宝贵。吼，人个
主教拢安尼讲，安尼讲，吼，迄白白师傅安尼来咧做吼，哎，迄个其他的师傅，我若来，佮互伊浸，佮互伊熏，佮互伊喷人，佮互伊凉水，啥物话？吼，啊若请着即种咧修有咧修道的人吼，够简单的呐，一罐水就甲伊打发掉，所以就叫安怎做汤面佮有即种。哦，伊讲好，啊，咱请着这吼，真正哦足贤惠个对啦。哦，所以讲吼，咱有信心个人，哦，有信心个人代表着啥？对自己有咧要求，哦，个人啊。哦，所以讲出到外口呢，咱着自然个人啊，会对咱有信心。哦，去到外口呢，咱着自然个人就会愿意把这个释放给你。哦，就是信心咱着对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若无培养，哦，咱真正吼，咱输人飘飘哦，哦，莫讲先天啦，刚刚后天咱就输人飘飘啦，哦，何况咱今仔日来担当着这个哦修三层坡度的代言，来协助咱老师来咧强化这个三层坡度的代言，哦，咱若无培养，咱嘛有影真正我着担当着重要的这个岗位，哦，所以讲培养真重要，哦。你若要卖，哦，咱的气质就无法通改，哦，所以是咱的命运嘛袂当改，哦，因为互我知影，阮的人生有长吼，阮拢阮家己的道心啦，所以呢，阮的道心大家对互我拢最了解，哦，啊，因咱个性对互我较无了解，所以互我来讲，互我的个性同天好水有理，如果咱讲无水有理啊，哦，互我哦。足庆幸的，会当来住好人个，因为呢，哦，互我个家庭吼，互我较早做囡仔，阮个家庭吼，就足特殊个啦，吼，互我去大陆学习个时阵，拢举大陆个特殊讲哦，吼，阮爸爸足破爱个呢，来拢笑甲要爱，为虾米爱破爱？互我爸爸吼，一心拢要照顾别个家庭啦，他对阮拢较无啥照顾，啊，煞落去哦，互我爸爸较早是佚佗人。哦，我爸爸啊吼，以前是佚佗啦，时常都去绿岛吼，去遐唱小乐曲嘞，爱跳吼，跳啦吼，跳就跳啦，哦，啊，因为转来了时吼，转来，哦，转来了时吼，较早吼，因为爸爸伊个身份咧特殊啦吼，所以呢，哦，拢等下，人我讲做佚佗啦，伊袂规啥，嘛是伊袂规武装对吧？哦，所以互我细个安尼时吼，就拢对阮爸爸的身躯比啥，哦，互我安尼讲啦吼。假使今仔互我若无行入道场，有可能今仔我嘛出大祸个，哦，因为互我搁块头吼，互我个块头就是互我个爸爸个啦，哦，阮爸爸嘛是出好个安尼吼，啊搁即个啦，所以互我个爸爸较早互我了细汉个时吼，拢会叫人来阮兜跋筊，啊跋筊吼，阮拢足自然个。大人伊头一挂，后壁囡仔就徛咧看，哦，啊，即摆爸爸伊摆个吼安怎？伊若做头前办，因为我已经较歹看了呐。四修。啊，四修办啊吼，人拢错啦，哦，啊，迄拢人伊规场啊就来占着啊，哦，对啊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较早阮这囡仔上欢喜个是啥物事？拢去徛伫爸爸个后壁面吼，啊，当然，伊若头前爸爸个，爸爸妈办得到无？哦，阮只囡仔马上接收啊，头前一间，后壁一间安尼，吼、哦，阮囡仔就拢伫后壁个开啊个对啦吼，哦，所以讲细汉时候啊吼，我们做会晓教的，哦，安尼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慢慢互我因为我先生，哦，所以我伫上班的时候，啊，就是互我因师来指导，啊，来指导了时呢，将处改变互我，哦，将处改变互我个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我来感觉深深感受到讲吼，真正吼，人讲人是环境的囝啦，吼，你伫啥物环境，你就会形成啥物款的诶，即个人格啦，啊，就会形成啥物款的命运，吼，这是伫遮的吼。所以讲，若无规定，咱就无法度去改变咱的命运，将来会变搁更加美好，吼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老师甲你讲的吼。啊，那么咱要如何用德？啊，老师甲你讲哦，讲德是本来的面貌，啊，那德是本来的面貌，啊，德嘞，德叫做当然的行为。所以简单讲，咱今仔
就是安怎呢？要用力就是呢，哦，把咱固有的美德，哦，就是讲恢复着咱本来的模样，那呢，咱的德性自然的就会流露啦。哦，请问咱本来的模样是做啥物款？哦，咱三字经里讲安怎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哦，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天生下来。哦，天性本来都是那没有瑕疵的哦，每个人的天性是没有瑕疵的，啊、哦，都是做完毕的。啊，不过就是因为咱累世安尼轮回，哦，累世安尼轮回，人讲该有的物件拢拍无去啊，无应该有的物件呢，却是安尼一大堆啊。啊，啥物是咱该有的？就是咱固有的美德。哦，好地忠信，礼义廉耻，哦，这拢是咱固有的品德，这本来就拢爱有诶。但是咱少物件，正感觉社会感觉有淡化，无淡化咧。哦，所以古早吼，古早咱迄个啥，咱国泰人寿吼，国泰人寿创办人是蔡万林啊，哦，是蔡万林啊。啊，蔡万林迄个时阵吼，伊讲。哦，蔡万林较早吼，拢有含咧外国人咧进食，哦，啊有一间咧，日本吼有一个本来是做保险的这个公司吼，来咱台湾考察了了，哦，卖来到咱台湾考察呢，哦，考察了时吼，啊，暗时啊，着蔡万林着请伊食饭，啊，请伊食饭的时吼，即日本的人客着甲蔡万林安尼问咧，伊讲哦。伊讲哦吼，我即阵刚来到恁台湾哦，一世界安尼去甲恁看看的吼。哎，尤其若去到学校的墙仔边拢有写字，伊叫啥？礼义廉耻，有无？吼，伊讲哦吼，我从较早着吼，有听讲哦，咱台湾哦是一个礼义之邦，中国是礼义之邦，所以今仔来到咱遮哦，本来想讲哦来甲恁见识一下，啥物叫做礼义之邦的这个特点。因为伊讲讲迄墙仔边拢四大字的礼义廉耻拢写到足大字，但是伊讲哦，迄、這个日本的人客啊，蔡万林安尼讲啊，伊讲哦，真可惜我都无感化，哦，来到恁贵国这几天，我拢感受袂着恁所讲的礼义廉耻这种感觉就对了，哦，迄人嘛是咱听见你感觉足欢喜的，足欢喜，足欢喜哦。就见笑有看，哦，见笑。哦，啊，不过咧，蔡万林安怎咧？伊人品真好，反应真好。伊甲这日本人客安尼讲，哦，伊讲哦，啊，恁哦，今仔日来哦，实在够好，拄啊好咧。因阮台湾最近哦，各行各业拢咧流行外销，所以阮咧礼义廉耻拢安怎，拢外销了了，所以拢无老话底，所以讲真歹势。这个好比你看明了，哦，所以我讲，啥物叫做哦本来的面貌，哦，这个美德就是咱本来的面貌，哦，所以讲咱今仔来修道，哦，修道目的就是咱做一项工作，叫做弃毒本无，学回本因嘛，哦，啊，啥物是咱有诶，啥物是咱无，哦，有诶，咱拄仔讲诶，哦，就是遐美德的物件，啊，啥物是咱无诶呢？哦，啥物是咱无诶？脾气莫非是咱无，对吧？哦，脾气莫非是咱无的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老师甲讲，咱要养成的，就是安怎？爱先改脾气，气莫非啊。哦，爱先改脾气，气莫非。哦，即个咱注意者，咱敢有脾气莫非？有。有吼，哦，哈哈有啦。哦，啊，即个脾气莫非，敢是爸母生予咱的？毋是哦。哦，啊，毋过，大家拢有，尤其咱今仔应付的人就是安怎，咱拢有去发觉的。哦，咱拢有发觉讲，咱有脾气毛病。哦，但是要改好改无。哦，我嘛足想去改的，啊，毋过就无改，改袂改。哦，啊，真正不如意的吼，就无奈安尼，人讲无脾气，无奈咱袂去改，安尼哦。所以讲咧，咱老师来讲讲，脾气毛病，伊就是轮回囡仔。有真侪人吼，有真侪人真正就是吼，逐项拢好，啊，毋过脾气毛病无改，吼，所以人嘛，
吼，以所有的好拢变成无好去啦，吼。所以咱始终讲讲，脾气无变是轮回的根，吼。那么要去啥物叫做脾气无变？吼，所有的脾气无变，咱一向啦吼，一向吼拢是啥呢？吼，咱老师讲讲，讲要去无变改脾气，去脾气跟改毛病，吼，上重要对对下手呢。就是讲，吼、哦，爱会当去包容，包容意见甲你袂同的啦。哦，啊，改毛病就是唔通想要去改变对方。哦，啊，不过偏偏咱拢是安尼呢，偏偏拢是人呐对咱呐嘛，人呐袂当顺从我的意思，哦，袂当达到我的要求，因为一般人拢是真该用家己的标准。哦，啊去要求别人嘛，所以若当别人无法度关心着咱的需求的时候，咱就安怎，暴跳如雷，哦，然后咱就会起无力，哦，就起无力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这脾气毛病，哦，真侪教师拢甲你讲过，哦，脾气毛病咱袂当无去改，哦，因为咱将来啊无可能带脾气毛病倒倒去啦，哦，咱若讲。脾气大，毛病多，吼、哦，咱讲要倒转去，倒遐个倒会调，吼、哦，倒袂调吼，所以讲呢，咱第一就是爱，吼、哦，改脾气，去毛病，吼、哦，这是咱，吼、哦，咱修道第一个，吼、哦，要养德第一个，那讲气度本，就是爱强脾气毛病，吼、哦，来改气度掉，吼、哦，那再来呢，就是爱当遵循伦德。尊行五伦八德，哦，咱拄则讲的，就是气度本无，脾气莫变是咱本来，哦，啊，五伦八德呢，就是咱固有的脾气，哦，所以咱圣人讲讲，天无德不行天，地无德不行地，人无德呢，何为人？哦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讲天地之间啊，吼。天地的运行，伊本来就拢有伊的法则在咧行，啊，本来就拢有法则在行。所以咱伫求道的时候，咱就要讲，讲三宝拢讲道正理呀，哦，啊，在天叫做天理，在地叫做地理，哦，啊，天地就是因为有道，哦，就是有道的主宰。所以你要看咱的日月星辰，哦，大家是不是做正常安尼运作拢袂去强迫？什么时阵该起来就起来，什么时阵该落来就落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运道。吼、哦，那么天地运行，就是按照这个法则在行。吼、哦，其他我讲安静啊，安静嘛。吼、哦，那么普通咱人活在这个人世间，吼、哦，咱嘛必须爱遵循着这个伦理道德来行的。咱若假使讲我拢遵循着道德伦理来行。讲安尼呢，莫讲社会无无法度包容啦，哦，若讲天啊呐，天就会，天就甲你收煞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有一句话讲安呐，讲人较贤的冤家，天做对头，对无？这叫做天理昭彰啦，哦，所以讲这个天理昭彰，所以讲话咱今日呢，咱要如何用的？哦，当然就是安呐，恢复。哦，既有的，哦，我们的这些自信的美德，哦，就是爱把这些礼义廉耻的东西，哈、哦，真真正正把它行使出来，哦，来修饰出来，哦，所以咱始终讲讲，讲这个人，只要人有了德行呢，伊无论伊在心在外，都会当呐，处处处拢会关照，哦，就准讲呢，受苦受诽谤，伊会当快平淡。那这句话是咧指啥呢？互爱解读啦吼，互爱解读，互爱感觉讲，咱这句话吼，就是咱浅显的最好的写照。啊，这句话是咱浅显上好的一个写照啦。啊，咱也注意看卖下哦，咱的浅显者，啊，咱的浅显者，伊是用啥物款的态度？哦，我看吼，因为阮遐有读书会啦吼。啊，头下有一间吼，就感觉呢，真正哩吼，伊咧讨论伫咧讲啦，吼，你讲道场就是我，一
一寡现象。啊，我看哦，人讲诶有所感啊，心有所感。我咧同我念念人讲，我做希望哦，我永远做好阿哥，我爱做姐妹。为虾米了解？因为吼，好汉吼拢安那，好汉吼，好汉就是拢安尼咧。我今仔我若委屈吼，我就会安尼吼，就会去找人安尼吼。最起码我会当找人安尼讲啦，吼，会当去发泄啦，吼。我有啥物不平咧？吼，甚至有真侪好伙仔吼，心有不平，尤其对我们的浅显系统，比如说咧，来理直气壮去甲浅显啊。干嘛？去干指指责，去干跳咖嘞？哦，哎呀妈，这叫做所以人生叫做坚定加好怕，哦，好怕就是安尼嘞，好怕你想要安怎就会当安怎，啊，你心里坚定起来，够安尼，坚定起来就当无啊，嘛无啊多安尼。咱若看咱的坚定起来，真正是安尼，咱拢有委屈，哦，家己忍受，有苦水家己吞，哦。伊嘛无法当去讲互听，吼、哦，嘛无法当讲互听。伊受着委屈，伊袂去讲互听，煞入去面对着咱这误会嘞。伊嘛是安怎，相忍着眼泪吼，啊，吃下一碗吃，嘛是一直在咱咱鼓励着。吼、哦，所以互咱讲讲，吼、哦，做前面的吼，事实真正无简单。要做前面者，真正毋是遐简单嘞。吼、哦，另外，咱老师来讲讲。包括在处理性事，在处理官事，拢爱事事圆融嘞，吼，拢爱事事圆融嘞，吼，所以讲呢，这种人是真正是有利的啦。所以今仔咱来学道，就是安怎，就是爱向咱的前面者学习。咱今仔要用的最简单嘞，吼，咱对咱的前面者的心胸，你去家观察，去家考察，吼，安尼自然的，咱就安怎。可以跟着他们一样，哦，有一天买得安那，会当成长，会当前进，哦，所以讲咧，第一就是，哦，就是这个德性嘛，这就是咱老师教的第一个功课。那第二呢，就是爱守戒律，啊、哦，第二就是守戒律，啊、哦，那我啊，请你们注意一点哦，修戒律，咱都有修戒律，嗯，咱都有修戒律，啊，咱拢修什么戒律？哦，那么修这个概论，孝心。啊、哦，那么这个概论够一千年。咱刚刚概论对咱来讲哦，啊、哦，概论是咱普通的概论，是对吧？啊、哦，这不管什么款的概论啦，咱各位感觉讲，这个概论对咱来讲是帮还是帮？听吼、哦，是帮帮咱呢，还是给咱白卡白酒的？嗯我有觉得说，刚刚咱修戒律是给咱目卡目睭，还是戒律是咧帮助咱的？是帮助咱的吼、哦，诶、欸，是啊，吼、哦。因为为虾米安尼问？因为咱这有真侪人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拢每天都要喊口号，我要爱自由，我无爱无束缚，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为虾米无爱来学堂？咱鼓励的伊来出来伊来。因为有真侪人，伊个认知境界，伊拢感觉讲吼，来恁个学堂吼，哦，足安尼啦，足袂自由个，哦，听讲遐也袂使，遐也袂使，遐也袂使，哦，所以有真侪人啊啦，足惊来学堂，哦，因为所一般人伊唔知影讲，这界拢其实伊是咧甲咱白卡白酒个咧，伊是咧帮助咱个，所以讲咱个先甲你讲嘛，讲啥物叫做界。戒叫做戒限啊，哦，戒限啊，所以戒就敢若亲像一个标示牌一样，即个标示牌，哦，伊就是咧甲你指示讲，诶，到遮就好了哦，你茫过去哦，过去就危险啊哦，哦，那假使讲有人会当时刻刻伫咱个身躯边甲你讲哦，哎呦，这毋茫做危险，哦，遐茫搁去啊，爱去茫危险，安尼你感觉即个人是假的啊？你甲咱讲哦。是给别人保护，是给咱保护的哦。所以讲戒，哦，戒律伊就敢若亲像啥，就敢若亲像迄水沟啊边仔的迄个篱笆共款。违拜用用就是啥物啊？违拜用用就是希望，唔通予人去误大着，啊，互你困
哦，最主要内个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钙入伊就敢那亲像是，吼、哦，水沟的泥巴同款。啊，钙入就亲像咱心中的一个建设同款。哦，咱若看咱在在做住建设，尤其若是我进口的诶建设，哦，咱出到外口，哦，敢着有人甲你讲哦，哎呦，唔通去创啊哦，唔通去花天酒地，唔通去啥物，唔通去啥物，敢着有需要人安尼甲你讲？咱就来，唔免吼，因为咱自主的面，咱就安那，知影要如何去遵循，吼，因为咱心中拢有一个警察，伫遐咧干呐，伫遐咧教咱，吼，教咱迄个，教咱监视也好啦，伫咧教咱，吼，咧教咱警示，吼，同款吼，所以家嘛，敢那亲像火车的轨道同款，吼，火车伫咧轨道咧行，吼，万不然若去要出轨，吼，出轨行。安尼是安怎？是毋是种危险的？哦，火车若去用离轨去，是真正种危险的咧。哦，所以讲，在修改率，哦，就是来讲，一个人若超出了负自己的本分之外，安尼叫做犯戒。哦，啊，这嘛是来讲，哦，咱今仔日咱伫咧循环的过程当中，哦，你别去犯咧，别乎你别犯戒，就是只要你莫去做出超出了自己本分的。安尼咱就袂犯戒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咧讲修戒律，修戒律，哦，咱咧持修戒律绝对毋是讲为别人修的哦，哦，你是为自己做的哦，哦，咱所有的遵守拢是为了自己做的，毋是为别人的就对啦吼，嗯，所以老师讲讲，讲咱修道修戒律，哦，毋是为别人来做的，嘛毋是要做好别人，咱拢是做好咱。对吧？嗯。就刚刚亲像讲，咱会晓骑车嘛吼？啊，咱骑车，咱着爱系安全帽。咱到尾有要系安全帽？哦，啊，请问咱安全帽拢戴伫头壳顶，还戴伫脚踏？我看着遐有真济吼，真济人骑车安全帽拢是车咧戴，毋是人咧戴。哦，啊，伊逐个看着镜头前景呢，他要紧去爱戴。哦，有安尼无？哦，有哦，我有看过真侪人安尼吼，哦，啊，咱请问，啊，若是安尼个想法的人，哦，伊去安装都是为着个，为着保护家己，还是为着警察？哦，当然无代志就好啦吼。那一旦若发生代志，吃亏的是啥？吃亏的是，哦，所以讲，咱修戒律，哦，修戒律，毋是为别人来做的。哦，弯弯转转就是为了咱家己个啦吼，所以讲咱老师来讲讲，修行个法门有真济，但是唯一相同个就是修戒，哦，所以不管是倒一种倒一派，戒绝对是一个共同个法门，哦，共同法门，哦，也就是讲，咱来了解戒律个作用是啥物啦，哦。戒律的作用，伊是用来帮助咱行向正道，嘛是用来帮助咱根除劣根性的一个很有力的助缘，啊、哦，是一个真有力的助缘啦，啊、哦，所以讲，咱老师甲讲讲，叫咱修道爱以戒为师，啊、哦，为什么以戒为师？因为以戒为师，咱的心，啊、哦，咱的心一旦有好这个戒来甲咱。哦，来甲咱保护着的，哦，那你就不会去犯规啊，哦，啊，当咱的心呐无去哦放逸去，因为咱人的心呐一旦去放逸去呐，哦，咱的行为就是啥呢？行为就是随便，哦，啊那呢，咱就真将会来自罪，啊，就真将会自罪。所以咱讲修改修改是修啥呢？就是咧修心呐，哦，修咱人的心念咧。哦，因为人的犯罪拢是心念引起的嘛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为了要让咱袂犯罪，哦，所以咱讲这个罪啊，吼，咱讲修改，就是修这个，哦，修是非，你要看这个罪啊，那些，这个罪就是是非嘛，哦，信仰无好的就对啦，哦，所以咱咧修改就是要修这个是非，哦，啊，心爱修这个是非。你是修这个外在的行为，你的心啊，我拢修了的，你行为就袂去放逸了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修树威，这个树威叫啥？叫做
开嘞，无是，咱做伙聊聊啦，吼，吼，咱遐个拄拄吼。开嘞，开嘞，无是，开嘞，无天，开嘞，无缘，开嘞，无道。啊，这就是叫做顺开。啊，咱老师甲你讲哦，讲不见科用，初心不乱。啊，就是讲，咱要如何，让咱的心袂去互启动。袂去哦，乌白来，去哦，好去去呢。为人要做的，感悟就是安那，不见可用。你毋茫去接受迄种会去影响着咱的欲望，吼、哦，会去启动着咱的思念的遮个情绪论，遮个无合，互伊导致不利的遮个情绪论。只要你远离，吼、哦，人讲即、這个，人讲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啊。时时处处拢有即、這个，吼、哦，有迄个诱因在顶啦，会来影响，会来引发咱去犯罪的一款诱因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要保护咱家己，吼、哦，就是安怎，唔茫伤好奇，吼、哦，或者唔茫伤好奇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讲不健康药，你爱去管理伊，才会去引发咱去犯罪也好啦。哦，会让咱去想出废话，而且会不合、不合、不合乎道德的这些人事物，咱安怎爱去来管理，安尼的心就会乱，心也会乱，咱心无作怪，那安尼咱就会犯罪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古德伊他讲讲，力不稳人之规，但莫不喜人之端，靠不减人之格，安尼叫做。稳住，哦，所以咱修道修改，唔免家己想法做复杂，哦，你只要把这个根本做好就好啦，啊，只要咱把这个根本做好，哦，啊那安尼，咱心拢修掉安尼，你这念力归些心里，你拢未去外口，我未攀缘，哦，拢未去外口，我未去你阿咩话咩话，啊那安尼根本会犯罪。哦，咱就袂犯罪啊！哦，所以讲哦，第二，咱导师人讲讲戒律，哦，就是咱就是爱以戒为师，哦。啊，若安尼，咱诶，当咱诶起心动念，哦，当咱诶起心动念，拢无去离开诶即个中庸之道，哦，拢无去偏差去诶时阵咧，啊，若呢，当咱也是一个君子诶时阵，哦，代表咱是啥？就是一个合格诶修道。哦，咱就是一个合格的修道人，哦，所以讲第一就是，哦，就是修戒律啦，哦，那么第三叫做正心念，哦，正心念就是爱端正着咱人的这个心念，哦，华严经里讲啊，伊讲心如工画师，哦，能画诸世间，哈，心如工。我这台语够废话的哦，哦，心如工画师，哦，能画诸世间呐，哈，啊，这意思是讲，咱人的心哦，就够的哦，人的心有够老的，哦，伊无所不能啊，人的心就敢那亲像一个美术家，一个画家同款，哦，也当彩绘世间一切的美景，哦，也当予咱想要安怎，恁想要啥？心的，我能去改变心境。啊，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啊，讲人生有梦最美啊。哦，啊，接着来一句要怎？哦，希望消失。哦，你有梦就是安怎？你勾勒出一个环境里啊。哦，啊，你有梦想，如果你勇于去追求这个梦想，哦，去完成这个梦想，那你自然然你得当朝向这个梦想。去达到想要爱的物件，好，啊，这拢送带你去的，拢咱的心带咱去，好，所以咱前面讲讲心真重要，那能化诸世间，哦，就是咧讲咧，咱每一个人咧的真心拢是咱家己采回来，好，咱的真心敢是别人敢回来，每一个人真心到同款，无同款，但咱的真心拢不是别人敢回来哦，拢是咱家己回来。哦，拢是你家己规划来，哦，所以讲，哦，咱来先去讲讲，讲心量，哦，心量你是造命运的
诶，一个迄落哦是，就是咱诶命，就是身边拢是甲咱修行着对吼。所以讲，听人讲即个讲，念头会变成行为，啊，行为会变成习惯，习惯就会变成哦，咱人诶性格，性格就会变咱命运啊。所以咱讲，一动念就有果报。哦，所以正心念就是咱讲讲，咱爱时时刻刻去注意着咱人的念头，因为人的念头真正足重要。哦，所以咱即种讲，咱即种听讲一句话讲，诶，最近即阵刚刚流行叫做吸引力法则啊，哦，嘛，吸引力法则，哦，你的念头，你若起了一个好的念头，咱老师讲过哦。你若起了一个好的念头，你的念头是拢是迄个顺心来的话啦吼，那呢，你就是一个啊美丽的天使，啊，啊，当咱的心若起了无好的念头呢，咱就是变成啥，会变成魔鬼。所以讲，咱这个老师讲过，心是佛陀，但是也是魔陀啦，啊，所以讲心佛。哦，所以就一句诗讲讲，三点如青阳，弯刀似月霞，哦，披魔将处春，这不也归也归由他，哦，那个东西，哦，所以人的心念哦，真正是重要，哦，所以讲，咱这个老师讲讲，要飞天，你一定爱怎，爱先端正你的心念，因为念头若偏，哦，念头若偏。苗的无同款，啊，所以伫只互我讲一个故事，啊，你讲较早吼有一个，一个秀才啦吼，啊要去考状元，啊较早人要考状元是毋是拢爱行出门的路，吼，啊半路拢在找所在歇睏，啊所以吼有一下到这个秀才，行啊行啊到日头暗啊，所以就去歇了一间庙寺，一间迄落迄落路边的庙啊，对啦吼小庙啊。啊，就伫遐歇睏安尼，吼。啊，这个秀才吼，伊本来是一个安尼吼，人讲年轻有为的对啦吼，啊嘛真有心向上一个年轻人，吼。啊，所以讲伊在遐歇，伊就另外歇睏。啊，歇睏伊暗暗啦吼，所以早早就去睏。啊，结果去睏的时阵呢，迄暝吼，迄暝呢，山神就现身啦。啊，这个山神吼，伫这个梦中吼，甲这个少年讲啊，讲吼，哦，啊你吼，啊，到一个女子啦、女子啦吼，啊是拢是一个足标准的，啊嘛正，平时拢有咧做好事嘛吼，所以你即届来去考试啦吼，一定会中状元，伫梦中就先当作头啊，对啦，吼，甲讲啊，你一定会中状元安尼啦吼，哦，啊，接着山神就离开啊。结果呢，去问在一个精神开始，啊，这个秀才呢，胸有海想讲，哎，咱山神来给我讲的，唔知是真还假，哦，虽然讲是咧做梦，啊，不过这种梦境哦，我感觉那就足真咧就对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当下就安尼呢，就起掉一个念头，哦，就起掉一个念头，伊起啥物念头，伊就安想。假使我即个若去去考状元，若真正我中状元，哦，中状元，除了会当做官以外，皇帝拢会赐予做侪呐，做侪即个赏赐嘛，哦，所以伊当下伊就变起一个念头，伊讲吼，若真正我中状元吼，我第一件代志要做着啥呐，就是甲我迄个糟糠，糟糠之妻呐吼，伊讲伊太太吼生做歹。哦，生了伤歹就对啦，虽然贤惠，不过生了伤歹。所以讲，伊讲我若吼真正我中状元，我第一件代志，全部一定要先换掉个糟糠之妻安尼，哦，要先将伊个换掉，要娶一个较水的安尼就对啦，较少的较水，所以就需要这个条，哦安尼，哦，啊结果呢，伊去考试，请问伊到中状元，哦，啊咱拢够飘，啊咱做有地位哦。真正无中奖，啊！即个无中奖完，即个秀才又足生气啦，伊就讲：吼，啊！你即山神真正咧骗我，哦！即山神啊欺人我啦，我出去要甲伊理论啦，对啦。所以呢，伊伫火车当中，佫行，佫行到一间小庙啊，
有个阿妈，哦，所以就个老的来就有苦了，所以去买哈，伊伫个山西庙内底呢，哦，个要苦的时阵呢，山西个变心啊，哦，啊这个变心哦，这个秀才伊就安那气不不，伊就甲这个山西讲啊讲哦。啊！你甲我讲，我即件事着会中状元，靠命嘞！我也要中状元。啊！你安尼甲我欺人，吼，爱甲我欺骗，啊，足不应该，就对啦吼。啊，今个山神就甲伊讲啦，伊讲哦，你本来有状元的命啦，啊，毋过呢，你欺了，因为你欺了一个无好的念头，所以将你状元的格安怎，怎啊化掉去，安尼啊吼。所以呢，迄、那个秀才吼，伊也想讲。哎呦，是对哦！我当下哦，太无才，我自己去迄个无好的念头，伊讲伊呐中状元，伊就要当家己的糟糠之妻，给伊换掉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念头也歹，歹的呀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人讲人有善缘，天必有绝情。哦，啊，不过伊这不是善缘，所以天无啊同情。哦，所以嘛讲一动念就有歌，所以咱讲人的命运是。操作在咱的手中，不是手中，是咱的观念中哦，咱的心念哦，所以心念最重要哦。那么咱师尊也同人来讲哦，伊讲今仔日你发一个善念，就会有福袋给咱装哦，予咱的未来会更好啦哦。所以讲心念若好，就好的感应；啊，若是心念无好嘞，用念唔了。尤其咱修行人哦。真正要注意着咱的起心动念，哦，心念若歹，业力就会马上现前，哦，业力就会马上现前。所以讲，善事感恩，拢会对咱的身躯边，哦，所以讲恶感歹，拢是咱的一念之间，哦，所以比较好啊，互咱看这个影片。但这个影片要看真好，我先介绍一个，因为这较无同款哦。啊，不过好啊，互咱看这个影片故事。相信咱祖先人拢捌听过，祖先人咱捌听过人面苍的故事吗？人面苍哦，咱拢听过啦哦。人面苍，这個、人面苍的故事就是咧讲咧，有一个咨询法师啊，哦，咨询法师。那么呢，伊伫阿伯迄个做国师的时阵吼，啊，伊就四界去这个哦云云嘛哦。啊，所以有一天呢，我去哦，迄个唐玉忠哦，吼，唐玉忠呢去哦，人家推荐啊，吼，啊嘛才讲哦，啊，这个咨询法师吼，伊是一个真有天的啦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就来册封国师，叫做悟达禅师，哦，大家拢捌听过吧？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当这个悟达禅师呢，受到唐玉忠来册封的当下。哦，到当下呢，哦，因为起了一个啥呢？起了一个咧交代的心，迄、那个平常的心呢，哦，迄、那个无好的心了一个起呀，伊十世以前的冤冤呢，业力就马上安怎，就来给补心啊。所以他最后有一个人面苍呢，哦，一个人面苍的三心，哦，所以我后面我来看这个影片哦，哦。就是咧讲这段吼，就是这是歌戏啦吼，我知咱老菩萨拢较爱看歌戏，所以予咱咧就放歌戏予咱看。这是咱予咱国内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歌戏哦。OK。这个徐雅芬，哦，燕子哦。上台，上台。也挺会的。可以，下次可以。
伊即段我拄仔咧讲，简单来讲，伊
变化咱，包括咱节目内讲，讲当咱若去了无好诶心念诶时阵，业力就马上变轻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师尊甲伊讲讲，咱今仔要修道，一定爱去小心着咱诶念头啊。人讲一念一念，一念一轮回，一念一世界。哦，所以讲修道一定爱去注意着咱诶念头。所以咱常常甲伊讲讲，无见好运，无见好意，好运无心，心易毒诶，哦，心毒诶功夫。哦，愈互人看袂着诶所在。如果人注意袂到的所在，哦，往往拢是咱最容易犯罪得罪的所在。所以郭台铭讲一句话，伊讲魔鬼都是藏在细节里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，为什么咱信仰讲修得一定安怎，成道的功夫，哦，咱一定爱做小心的得着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每天的条件。第四就是心，哦，第三就是，哦，心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到心了。啊，安尼无法看见哦，不好意思，啊，不注意啦。哦，好，啊，第四就是陪我，哦，就是爱配合。那配合咧讲的就是啥呢？就是咧讲咱一个人的修养的深度甲广度啦。哦，那啥物叫做深度呢？这深度就是讲，当咱来去遇到热心的代志的时阵，就是无像咱的别的代志的时阵呢。咱到底会当忍下多少？叫做深度，哦，就是咱的容忍度，哦。当咱来去遇到无顺的代志的时阵呢，咱会当接受偌济？叫做广度，哦，叫做咱的容忍度，哦。所以咱这个老师甲伊讲，伊讲咱伫咧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敢会因为别人的一句无心，哦，无义的话？来甲咱刺伤，而呢，予咱安那去影响着咱修道的心，咱敢袂？敢袂？哦，这就是咱爱去注意的哦。所以咱老师来讲，在咱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敢袂因为着咱的先天者，有可能因为一点点的无注意、无细意，哦，可能有会予咱安那，予咱可能无法接受的行为也好啊，还是误解。哦，自在天助咱修法路的脚步，咱敢袂？哦，这是咱老师讲的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老师伊甲咱讲啊，伊讲在修法的这条路上，最致命的一伤就是火候的这门功课。哦，老师讲过讲，修得有真侪人，哦，逐项拢好，逐项拢好，但是偏偏拢是安怎？偏偏拢也是伫个。紧要关头的这一关，火候关啊，过不过啊？哦，所以咱其他讲讲最致命的第三呢，火候。哦，所以讲，为什么咱修得，哦，爱耳明理，哦，修得若无明理，咱的心就真容易人啊，真容易会受到外口一寡人是我非的影响，哦，来欺负你。咱人若起无平吼，是足危险的，你明啦？嗯，对的。我这里感冒啦。哦。讲修，所以讲呢，咱修完了这条的过程当中呢，哦，咱练会哈，练会哈。会好是一门足深的功夫，哦，是一门足深的功夫，哦，啊，咱袂使无去给伊重视啦，哦，袂使无去重视，哦，所以老师伊讲，伊讲，哦，伊还讲讲在修完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本身拢袂严，我底下是太严严了。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当咱若去遇到逆境的时阵，哦，咱必须要用着智慧来平平应对。哦，当咱去遇到顺境的时阵呢，咱爱安怎？咱一定爱真正爱冷静，哦，爱冷静去思考，哦，爱去用智慧来个应对。啊，若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真正行完咱修行的这条路。哦，
所以讲咧，人会合，天会合，哦，上天为着要知影讲，哦，咱到底修得天无够多，所以有当时啊咧，在咱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时时拢会，哦，会发一寡考试单互咱啊，咱才有接过考试单无，哦，互咱修，如果等其他做人来吼，时常接个考试单，哦，啊咱。接到考试单，大家记住咯，唔过心态决定咱的未来。有真侪人接到考试单是啥物咧？伊放弃无爱去写，所以从此放弃啦。啊，有真侪人接到考试单，虽然迷茫咧，唔过嘛是安怎，嘛是该倒回。啊，所以讲人的念头最重要。好啊，一旦好啊咯，一直以来来去受到一寡，互你感觉讲吼。哦，做灰心嘞，做失意嘞，一直挂折磨时吼，我爱念头都马上转嘞。老师哥，你给我客气。哦，当你若念头我会转讲啊，这老师哥你给你客气啊。哦，你自有力量，你就会知讲要安怎去调下，要安怎互家己当过关。哦，所以讲咱头先讲讲转念最重要。哦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不管咱个当年是啥物客气单。只要咱一心用德，哦，其实咱老师很讲咧，时时刻刻伊都伫咱的心里边咧，甲咱打造。哦，老师伊讲上惊会惊咱个人对伊无信心啊。哦，所以在修的过程中吼，哦，不管是道亲也好啦，上天也好啦，正面也好啦，哦，伊在咧甲咱考试的时阵哦，咱拢安怎爱平心静气，哦。好好把这一张考试卷写完，啊，安尼顺顺连连咧，咱就会当安然来度过了这个难关啦，吼。好，所以讲，咱老师讲，过头是成就一切功夫，是修心练性的起点，就嘛是修行修行的重要的关卡啦，啊，被成为一个厨师，啊，被成为一个厨师哦，伊个拢爱经过啊咧无数次的这个。去互烫着啦吼，去互烧着，诶，即个诶，伊着经历啦吼。何况咱今仔咱伫内底修就圣人身份，吼，当然，过后即关是免不了的，吼。所以讲咧，咱做个代志会去做，吼，唔通灰心啦吼。那么再来就是愿行，吼，上尾啊就是即个愿行吼。咱先讲讲愿行是伫在圣人修行的源头咧，嘛是咱。每天的一个基本标杆，哦，各位浅浅，咱敢拢有念完？咱敢有念完过？有。有哦。啊，咱敢搁会记起咱拢有啥物愿？咱从今朝开始，咱拢有念完嘛？念啥物愿？成就台湾。啊，今朝了，为了成就台湾以后，哦，咱若想有迄落。啊，若像讲有心口的时候，个人是毋是拢搁年头年尾拢有念愿？哦，啊，咱敢搁会记即种咱有啥物愿？咱敢拢会记即？哦，可能拢袂记个啦，哦，可能拢袂记个。哦，啊，若以佛法来讲啦，哦，佛法讲啊，自从来佛堂了，哦，佛法真正是了真愿的。哦，啊，毋过，哦，时常听讲一句话，老师讲安怎？愿不能了。人怕凶啊！即句咱有听过，有吼。甚至江苏都有讲过，相信咱厝里一年拢安怎听过 N 次啊！哦，冤拿不了，人怕凶啊！哦，那么咱拄仔讲，咱拢念出一关哦。啊，为什么咱拢无法度了完？哦，为什么咱来拢袂当去了完？其实真一个原因，就是安怎，咱的发心无。哦，当咱一个心啊，重视一个工作的时候。你自然就我同关心你个家庭嘛，对无？哦，啊你话，咱从求道学道到我即阵来，咱拢知影讲，咱爱勤工明德，咱拢爱度人，咱拢爱布施，有无？咱拢知呢，咱唔想咱拢做会好，就是因为咱个发心无够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师父甲你讲，讲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即个真世间。哦，本来之前，逐个人拢有灵官来啦，哦，拢有灵官来。但是呢，咱来到这一个故事，怎啊变失去啊？哦，啊变失去不了紧哦，哦，今仔日呢，咱因
可以当大厅部门来，哦，咱可以当大厅部门来，甚至咱拢有真侪真侪拢搭了新型的节目。啊，那安尼老师甲你讲讲，伊就袂当讲甲咱提醒，为什么咱来了愿？因为咱了愿的目的，除了咱自己哦，自己以外，为着自己的将来飞天的诶，这个哦，这个这世愿以外呢，上重要就是第三呢，就是倒一个九行七宗哦，九行七宗哦，今仔咱先从注意点起。咱伫遮咧听吼，其实恁个九点七钟拢对咱来个，吼，拢对咱来个，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法度互恁拍影片。咱只有一个影片嘛，就是要甲伊讲，吼，咱临仓库前线，吼，伊因为看会到嘛，所以咱老师有传伊影片到 YouTube 嘛，所以讲伊咧开发，有一届开发的时阵，伊个身躯只好身躯用，伊个人边仔搭个。去看到四十几年前因老爸吼来跪伫门口啦，吼，啊伊甲因老爸讲啊，伊讲吼，哎呦，啊我吼功力无够啊，后壁再甲你超越啦，吼，啊伊老爸甲讲，讲你因质量有够好诶，因为就是因为你有咧学堂，所以我才有机会通吼去地藏宫遐甲一日白莲花，吼，在咱诶门口附近来对你家只听落去。所以讲，咱来了解呢，吼，今仔咱来修万道，绝对不是干咱一个人来定的，吼，咱都有关系在咱的九品之中，需要咱去改道三界，吼，好吧，他拄啊，为什么他会向咱看，吼，看明白来，伊话要来进行拄啊有一个心得，先吼，先生拿最低的，得出去，啊，他走不出去，啊，安尼靠，啊，安尼讲伊个。哦，伊意思讲哦，啊，林先生会安尼，哦，也无安怎想问倒倒去，敢是做无好诶啦？啊，伊就讲想要去啥物找迄个通灵，来要去了解林先生去哪了？我讲你了解拢无路用，哦，你即阵需要做的是安怎？观音行功入庙，哦，他来找林先生，哦，咱帮助伊，每下当做是安尼个。你去问一大堆诶神教，问迄个有意义，搁互你知影伊即里对。哦，你拢无去做，对伊无帮助嘛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讲，咱今日吼，咱就关爱了完，哦，了完除了咱自己的关以外，咱还阁会当甲咱所做的一寡功德回向伫咱的九念之中，哦，所以讲，咱老师讲讲，要回天，哦，回天的这条路，毋是死了后要做的，哦，伫咱当下活的时阵，咱的心就爱先回归天前。将来，咱头我拢真正回天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老师来讲讲，上天最后的评兵功论个，哦，唔是你做家，你就是爱做家，你啊哩组长做点乡村做监民，哦，或者是讲，哦，你爱布施做出侪功德个，安尼才当等，唔是吼，伊是依着咱个德性，哦，啊，甲你修家个状况，啊，甲你个念头，啊，你个习惯，甲你个规划。来给定心改，哦，不是话在这个方向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这个是咱老师最好给咱定的话。那因为诶真有巧吼，啊因为时间互我控制了无好势，所以咧给咱耽误了两三个月时间，啊而且啊真有巧嘛吼。那互我呢，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毕竟是初学，啊初学就一定有真侪不足，哦，啊所以讲若有不足呢，互我而且呢啊讲求上天慈悲下垂。求咱对方是准备，把咱的各位浅显慈悲，来大家佛法积进，和佛法的各种学习更精进的机会。啊，所以最后祝咱诸位前天啊，身体健康，万里求万得无方便。啊，感谢。大众请起立。谢讲师慈悲，请到一鞠躬，分到一鞠躬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讲师慈悲。接下来是我们讲给圣歌与唱圣歌的时间。